山苍苍，明水泱泱，巍巍学府东南极光，由福建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福州大学迎来了60华诞。岁月流转，甲子芳华，从祭酒岭旁的泥田荒原到乌龙江畔的山环水绕，福州大学的校区总面积已达近500公顷，岐山校区林木成荫，生态环境优越，宜山铜盘校区与荣成宜居宜业的清新秀丽山水相伴，坐落在厦门、泉州等历史的多个校区，将中国东南沿海最具历史底蕴的海丝门户城市相串联，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60年来，经过几代福大人的薪火相传，如今的福州大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交汇融合，学校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一大批优秀人才从这里走出，成为学术大师、治国栋梁和行业精英，他们传承大学精神，全心服务社会，为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飞升于海内外。作为福建省科学技术人才的摇篮，福州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理工经管文法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重点大学。2017年9月，福州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重点建设化学科学与工程学科群及一批在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推动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问题研究。在人才强校战略的推动下，学校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了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提升了学校的基础研究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实现了学校内涵式跨越发展。着眼国家与民族未来发展，学校坚持开放办学、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着力培养富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和复合型优秀人才。在这里，青年学子追逐青春理想，释放青春激情，独立思考，敢于创新，每年斩获百余项国际大奖、千余次国家级奖项，呈现出新时代大学生的蓬勃朝气。其中8次晋级 ACM 全球总决赛，以优异的成绩位列全球14名。同时，学校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优化教育模式，以学生为主力，造就出一支支敢创会创的生力军。学校是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和全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创新高校，首批入选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高校，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引领全国高校前茅。巨制8名，毓秀东南。自建校以来，福州大学始终肩负着为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责任使命，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将科研成果应用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学校基础学科不断追赶世界前沿，高技术领域创新力显著提升，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中大显身手，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学校把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作为加快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已拥有能源与环境光催化、化肥催化剂、平板显示技术、土木工程防震减灾信息化、地理空间信息技术等百余个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所同时拥有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高校，学校积极构建顶天立地的科技创新体系，未来将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微电子、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和居民融合等前沿技术和重点领域进行前瞻布局，推动跨专业、跨系统的联合，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此外，学校积极探索建立产教融合新模式，使优秀人才的培养、科学研究的创新成果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开放与共享。紫金矿业学院、晋江科教园、石化学院全港校区成为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优质明线。学校还围绕国家重点战略积极培育专业智库，努力成为文化传承、理论创新和决策咨询的中坚力量。从校园文化到文化校园，福州大学以丰厚底蕴增强师生的文化获得感，在明德志诚、国学远志校训的指引下，学校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依托，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着力建设了一系列特色校园文化品牌，开展多层次高品位的校园文化活动，丰富繁荣的校园文化生活。60年来艰苦奋斗、严谨求实、勇于拼搏的三种精神，以润物无声的力量涵养了一代又一代福大人。在这里，师生相伴、同窗相随，活泼自由的校园氛围激发了广大青年求真学问、练真本领的奋斗热情。创新进取的学术氛围使大批年轻学者迅速成长，他们将理想情怀、社会责任和科学精神融会贯通，形成了福大人特有的文化气质。目前，福州大学已与140多所海外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展了师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学校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海思合作中出力作为。双一流建设推动着学校国际科研合作向纵深发展，国际顶尖学术高手在这里华山论剑，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声誉和国际学术影响力。习近平同志在视察福州大学时寄语同学们：世界很精彩，就在于它很辽阔，要学会适应社会，把握它的脉搏，为社会做出贡献。60年的成就，凝聚了一代代福大人的智慧和汗水。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美丽的福州大学正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朝着创建具有若干世界一流学科的创业型、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